有弹性的。哎、欸，啥？我刚刚是得到了什么有弹性的保险套？是我看错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我会在体育馆里面捡到有弹性的保险套？我觉得，身为一个侦探的直觉，这个体育馆里面一定发生了某些事。一定是那个吧，一定是那个吧 ，SOD 吧，放课后有弹性的保险套。到底为什么这些体育馆里面都是保险套 ？What the fuck？ 一个就算了，还两个嘞，到底是怎样？